Hello， 欢迎收看派小飞燕相关 TV Box， 大家最喜欢的 Julia W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lia， 我是周元。Julia 跟 Crash 的渊源是因为你有很多朋友就是都来我们这边表演，对 ，Disco、Jason、Jason、土豆啊，土豆，对啊，对啊，都会来。因为他们表演时 ，Julia 都会来这边到场支持他们。啊，加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板非常喜欢。哦，谢谢。然后还有一次。老板有做什么？这个 matcha latte 抹茶拿铁，在想象在一个夜店里面喝抹茶拿铁多爽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里吃热炒还是怎么样的，不是热炒，是虾蘑菇。在一个夜店里面还可以吃到这种东西。Sweet， 很 sweet， 很特别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准备了几个问题要来问 Julia， 就预计会在台湾待多久？我还会要待一阵子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太热情了。所以我不能这么快的跑走。很多好朋友都是饶舌圈的，所以你会把自己定位在哪个地方？就是唱 R&B 的。你怕 rap 吗？不行啊，没办法 rap， 我真的没 freestyle。你最喜欢的 R&B 歌手？最爱 Daniel Caesar。网友有问说你的身高是几公分？我的身高是171cm， 是有那么高。你就有那么高？我穿身高垫。没有了，你看，你真是这是跑鞋，这是跑鞋，这是跑鞋。穿身高垫了？没有啊，我真的。因为很多人，很多粉丝朋友们看到我真人就觉得，哦，你好高啊 ，like。我没有，我粉丝说你是变胖了，来台湾就是好像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啊，台湾食物好吃很多，超好吃的，尤其延吉街。所以你胖了几公斤？不想说，但胖很多啊。对，然后每一次我去 class 都有一堆吃的，这边说一说，然后没想到一下子就有这么多吃的。老板特别为你准备的，我们都饿得要死，只有你能吃什么东西吃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，会想结婚吗？One day。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了超级大咖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没有想过。反正你已经答应我，你不会变质的。啊，对啊。所以你还会再还是原本的 Julia。哦，对啊，还是现在这样。对哦。Yeah， 你有 video recording。啊，脾气好像算蛮好的。Oh yeah。那大概什么样子的人会让你生气？那肯定是大事情了。那肯定是你踩到了我的盲点。真心就是要，我就会非常。弄给你死吗？有没有要那么恐怖？但是我会很 ，just don't mess with me。哦，你以前是不是也跳舞的？我小时候有学跳舞，那时候有学那个芭蕾嘛，我稍微学好像是，也太小了吧，啊，对，就不用拿出来说了吧。我小时候各种舞都精通，我什么都会，内脏还有两三反正反正男生的类型是什么？高，就这样。这是其中一个，然后要就是跟我很合得来，然后要逗我笑，就是小音乐人嘛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觉得幽默很重要，幽默跟身高。对我们 crush 这边的感觉，你可以讲不好的，反正你讲不好的地方，我再把它剪掉就好了。每次都是热情到不能再热情啊，然后气氛他们大家就是很棒啊，所有人都是很热情，啊。音乐类型，音乐类型非常我喜欢，非常我的 style，嗯，有重跳得起来，很有感觉。啊，你会不会讲台语？当然不会啊。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啊，虽然我台语很烂。他是我丢完，是我我丢完，公丢完。李维系哦，我们来台 flash 台北，爱来看啊。大家爱来，好啊，看就。选一个就是你最给他的好朋友的歌直接听上，你也不要讲是谁，这所有人都知道是谁啊，一定不是生活在天亮到爽的女孩，你要我在天亮到爽的女孩，他就是这样子这样子，生活在天亮到爽的女孩。那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二月四号 disco party OK 吗 ？OK。欢迎 Julia， 你是师妹吗？这是我们第37声居。Julia 师妹 Bolly，Hello。很多人都知道她，但是网美就是出身的嘛，从以前无名小站开始，然后到后来 FBIG 人气都很高，把自己设定在是什么曲风类型？迷幻。这一次你是有跟 Julia 合唱《给我酒》，这是一首算是难过的歌，是酒后之后
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但是男女之间没有得到的好结果，这样。你对 Julia 感觉是什么？因为他真的很强音乐这部分，然后我可能就叫他穿搭什么的。妈妈会一起出去玩吗？会，会。Crash。Crash 感觉是什么？很好，对，很放松吗？对，而且你来 Crash 通常都是在跟我们要水，是给我水。对。其实最近有在想要出《给我水》这首歌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都是真的，也是我跟 Julia 的歌。有什么？有啊，都不穿内衣啊。那我检查，那我检查，那我检查。另一半的条件是什么？很多人想问这一题吗？是我没有特别喜欢的类型，我不太是外貌协会的，我觉得有才华比较重要，不能骄傲，要善良。你是比较是属于美艳型的，然后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酷的，就脸看起来很依赖的。依赖什么？对，就要为自己辩驳一下嘛。内心是活，真的是活热的啦，脾气很软啦，就不要再伤害我了，拜托。而且他是个有礼貌的人啊，就是这一次他们就是真正要上台演出。二月四号，我跟 Julia 会同台演出在 Clash， 然后希望大家过来看我们，谢谢。唱给我酒，对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